现在三打二。姚明跟进。在1999-2000赛季首轮上海队客场与江苏队的较量中，姚明拿到42分、26个篮板、10个盖帽的数据。来志刚，其他队员的跑动要注意。姚明确实是很灵活，他提前突破，然后反身把球扣进去了。观众们看一下姚明这个要的犯事。